跟 Chandler， 我跟 Chandler 是四个 High Flyers。好，好，四个。第二步就是像做功夫。那这个时候 James Harden 要做什么？他就站在这里。OK， 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，他就进来用一个很高的踢动作，他就这样。你可以教他，你可以示范一下踢的样子给他看吗？还是你需要先打电话问一下 Harden 吗？Yeah，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说什么，我只知道我说什么。认真一点，踢同学有多少人想上来没有？所以你要踢的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Then we start try again， 跳踢，跳起来踢。好，我们试一次哦。